下午好，我来了。放开我！放开我一秒！在家里。在家里。看到吗？发芽，我是发芽。素颜真好，谢谢。关系表脸有点肿，哎呦，背好痒啊！背为什么这么痒？没有，我起床一会儿了，只是还没刷牙呢，一直在那儿刷手机，刷视频。嗯，你在干嘛？好恶心！哪恶心啊？不给你们看！我说我恶心。好啦，我牙已经刷完了，我要洗脸了，家人们。你看这个角度很不错嘛。来洗洗脸，我要准备洗脸了。你们洗脸了没呀？洗脸了，我就是这样洗。我每天的洗脸，我就是用一张，这个叫洗脸巾，打湿就 OK。哎，不行，我搞过那个，搞过那个。就是打湿，打湿水，然后擦一擦，把眼屎啊这些，脸上有一些什么脏东西，给它擦掉，就好了，就 OK 了。没有啊，这是在成都的那个家里啊，这不是酒店哦。早起运动，做三圈腰，三圈脖子扭扭。哎呀，不行，这个画面太高了，扭不动了。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。早睡早起，咱们来做运动。抖抖手腕，抖抖脚，轻做深呼吸。雪雨风风飘飘，我才不会。老妈呀，这个歌好老了。真是素颜，我天。我洗完了差不多了，再冲一下。